鞋系列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穆勒鞋其实从去年春夏开始就越来越流行了。加上穆勒鞋一直都是实体门市女性顾客询问度非常高的商品，因为穆勒鞋它其实可以很完整露出你脚踝的线条，除了非常方便穿脱之外，穿起来可以修饰腿部的线条，非常显腿长哦。那其实有很多男生最近也开始越来越能接受穆勒鞋这种鞋款，因为有时候如果想要临时外出，但是又不想要穿露脚趾的拖鞋，会觉得太邋遢的话，其实穆勒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穆勒鞋最近的流行趋势之后呢，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推荐三个鞋款，就是来自于 Vans 最新推出的穆勒鞋系列。那这三个鞋款都是由近期很流行的变形虫跟拼接元素组成的。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两只脚是采用不对称的拼接设计，所以就算你赤穿落地裤子露出鞋头，也非常有设计感哦。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它的价位，这两双是2180，这一双是2580。那三个鞋款的尺寸都是从22.5到29公分都有，所以男女生都可以穿哦。除了以上这三个鞋款之外，如果想要看更多 Vans 或其他品牌穆勒鞋的朋友，都可以上 ABC Mart 的官网选购哦，现在都有免运的活动。那想要实际试穿体验的朋友，也可以到全台门市逛逛。那出门购物别忘了戴口罩、勤洗手、注意安全哦。那今天的线上快闪店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，快去选购吧。